山的水啊，英雄中人，咱牵着甲地球，一关轮回才有着，草木青翠大地球，看人卖强求，爱计较，欠人情。红酒干杯，是享受，看开一切啊，四海分忧。喂，不行啊，你这。规身骨艰苦啊，也歹去抓仙。阿雄，哪会安尼啦？我哪会知？我拄食饱尔，阿雄啊，身骨安无啥爽快，食些药啊都无偌久尔，规身骨上红，后尾艰苦死。哎，无你是食啥物药啊？我就是讲，唔知是红娘婆的药较有效，还是吴大夫的药较有效。我两样拢甲参参全甲食落啊。哎呦，你真是哦，啊有人两样药啊，参参食食卡不倒来。老阿伯。药啊是别用乌白吃，啊若无是无死命，上骗药，你千万唔通安。是啊是啊，对，老外，啊头拄仔送电话。阿都，当然嘛是红娘婆。无对，你是笑啥？红娘婆，这位老阿伯中毒真深，你为天灵国甲地脉，唔若袂当将毒灭出来，连毒拢积伫体内，有毒攻心，伊一定会死。好佳在我拍同伊的性命，将毒灭出来。这怕是救你！你阿袂讲，人明明是我救的。好啦，洪阳伯啊，恁两个拢卖相钱啊！规天你的药我好吃，吴大夫的药我好吃，我只甲恁感谢，卖我相钱啊！梅小姐，阿娘，那安尼你要安怎？人明明是我救的，伊根本就无这个功力。洪阳伯，无论讲人是啥物人救的，你我心内拢正清楚，我有代志，先告辞。我这个，不。我相信讲大家拢看得真清楚啦，大约变个命令都是波波所求的，咱莫甲这种猪肉计较。是啦是啦，啊，多谢洪妖婆救命之恩啦，多谢多谢，我呢记起了。多谢多谢。孙仔，你太多想要阻挡我，你知我这样想。我知你上该讨厌大夫啦，但过吴超这个人甲以前和你关照遐大夫无同款，你无感觉伊这个人？就有担心，伊确实是无啥共款。所以咱若要对付这个人，一定要特别细腻。什么人？阿娘，是我啦。伊徛在遐鬼鬼祟祟是咧做啥？阿娘，我是要甲伊回信的。歹势，今仔日的代志拢是我掠出来，你知就好。翠翠，你爱怎样？你若让伊这世人上界讨厌，就是遐做大夫的人。所以你无代志，尽量莫甲伊接近，免得遮你若让生气。我知啦，你先倒去房间休困，明仔载安娘搁要教你画一挂符啊。是。奇怪，我看迄吴大夫都无亲像歹人。阿娘哪会遐讨厌？秋梦姐，你敢不知道有一个洪阳伯住伫遮？我，街仔遐有一间店，你去问看卖就知啊。多谢你。别。
哪有这么水的姑娘，功夫还这么好？李贤正，李贤正，李贤正，志良。水过来，水过来。原来伊甲五条是做伙。伊无要紧，只是伤过疲劳，再昏倒。吴大夫啊，这人吼，唔知行偌济路呢？你看伊个脚拢怪怪，敢若拢无啥共。伊个脚骨拢变形了，这人到底是来做啥物的？想那要行遐尼济路？素贞，明日去摕药膏，替伊脚抹抹。哦。是我在抢水线的时阵，无注意去杀死老志良的某，这代志我一直无顺袂知影。想到即马老志良找我对梁山来，我是应该要安怎才好？水线若知影讲是我杀死那尔，一定会真怨我，顺袂嘛一定怪我。到时阵，应该会对老志良走。我无醉，孙妹，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我问你，我跟你到底这么久，你一直都不肯嫁，万一有一天老志良也是来找你。孙兄，你想想过济啊，老志良要来找到林三家来。假使讲，伊若是要来偷水仙的，我是不可能将水仙给伊的。我讲过，老志良伤害我遐尔深。我要为付出痛苦的代价，孙兄，你也突然间问起这件代志嘞？无啦，我这心情无当到外好。外好无？孙兄，这么晚嘛，你回去休困啦。这件代志咱以后再搁讲好无？孙妹，你也知我对你的感情，我袂当失去你的。孙兄。你别这样啦，孙妹，我爱你安陪我，你安陪我好不？孙妹，孙英，你别这样，孙英，孙妹，孙英，啊，你连酒醉啊，请你放我尊重一点好不？这是什么所在？你请啊！我哪会伫遮？请问姑娘你是？我是林素贞，你是罗云桃，是我甲你带来吴大夫遮的。感谢姑娘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叫做刘志良。刘大哥。拄则你讲，这是吴大夫的厝。吴大夫四界行医，林三家嘛无啥物客栈，才暂时住在遮。
啊，我身躯穿的这件衫是。你遐衫哦，是我大夫的啦。啊，你的衫破去啊，陈姑娘，你替你补啦。哦，真系好意思啊。啊，穿就穿啊，哪有啥好歹势？还是讲你外久无洗身躯啊？啊，规身躯臭糊糊呢。真歹势啊！我落几年烫天哦，拢伫外口走动，所以才身躯臭毛毛。我即马想来 KB 就洗一下哈。你身体才拄好尔，哪会晓洗冷水？若去予刮到是要安怎？大龙，你去捡茶，拿烧水回洗身躯。KB 洗就好啊，啥物都要搁捡茶遐烧水。无你去捡茶，我来遐水，安尼敢袂用个？好啦，无啦。奇怪，人呢？你是要上啥？我要抬你！我跟你也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要抬我？无冤无仇，我问，你来这创啥？我要来找我的查某囝。你的查某囝无在遮。你是安怎知影我的查某囝无在遮？伊到底是啥物人？你想要知影我是啥物人？我，明知你是这个死的人，我度你看清楚，才送你上西天。白杨，我查某囝，你敢知我查某囝在倒位？我已经在做，你搁找伊要创啥？你今十八年啊，十八年前，我的弟兄去用台死，我的查某囝嘛下落不明，也不过一年的过日子就甲我交代，叫我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我的查某囝。所以这十八年。我四界流浪，我就专要找着我的查某囝。我唯一的线索就是白玉丹。玉虎，伊是毋是住伫灵山？我听讲洪阳伯嘛住伫遐，你敢毋敢带我去找伊？你别乱想啦！你放心，我恨你一世人。你若想要去，等候死人。玉虎，你知影无？我一毛都唔肯给我。这拢是你害，我今日无甲你开始，就等于我无可能是我的，我一定让你死。玉虎，我并无爱玉丹，其实我只是教我的查某囝，教我的家后情人，这十八年来。我已经家破人亡，什么都无，是，我根本可怕，我根本就唔惊死。玉虎，我今仔唯一愿望，就是要救我查某囝一命。可是你若是知伊在倒位，我求你，全力救伊，好无？你真是无想要见玉丹？已经是过去的代志，只要敢想要见我查某囝，看伊是不是健康、平安，阿你要我死，我嘛甘愿。伫我的家后前面，嘛有一个交代。玉虎，我求你成全我好无？你干那要见你查某囝一面就好。我要你叫来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一战，不要叫你了，你就暂时袂当讲话。我会安排你的查某囝来甲你见，也不过恁表姐袂当受，看了，
你马上就要离开这里，离开灵山这个所在，要我绝对让你死。我答应你，你你乖乖等这等，别想要变鬼变鬼，我会想办法让你的女儿来跟你见面。书记，何大夫，你回来。嗯，啊人呢？伊走啊，走。嘿啊，走就走哦，不甲你的衫号拢穿进去的。我记。罗大夫，吃饭。你今仔哪会这么早回来？今仔别人比较较少。哦，对了，恁看，这是我这几天啊。甲一寡病人退路单，这是黄洋伯给因食药啊。这病拢同款啊？无唔对，无同款的病症，也毋过黄洋伯算用同款的药啊替替，一药治百病，这哪有可能？我即马是担心讲，黄阿婆若继续替人预备，恐惊会耽误着病情。我是想无呢，黄阿婆是安怎替人看病，是安怎遐人遐尼相信？崔先生。我讲我会安排，你今年我都一定安排啦。你吃饭啦。我，郭大夫，你奈个罗丹拢倒做伙啊？等下你看就知啊。咱的面哪会这么胖？奇怪，这不是黄杨婆给老白人吃的，哪会点火那么多？一个药方哪会当吃，不会当掉，而且不会当提饱。素贞，你袂感觉真奇怪是？是啊，这到底是什么药啊？这味是愈变愈好变。我头壳哪会戆戆？这是一种药性真强的白药。白药？无唔对，人的身躯告诉若无爽快，这个药若吃落去，就会感觉精神百倍，白出所有镜头拢好起来。也毋过实际上呢，镜头根本也未好，只是让这个药性真强的罗丹暂时给压掉的。卡叔讲，人若闻到这个味，无论讲有破病还是无破病，拢会感觉心内非常平静快乐。秘书是免得保庇咁快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即马洪阳伯一直咧用这罗丹替人治病，我是当然是讲会影响到病人的病情。无得卡，早都有人食这个药啊，食到死去啊。郭大夫，那你是要安怎？洪阳伯的个性真倔强，而且伊即阵对我真反感。怕是讲我若是去苛刻。我会怕讲伊听袂起你，
也无要紧，我会想好的方法来解决。要离开也是你提起，莫讲谁无情谁无义，要怪就怪你三心两意，也要爱我也要爱你。如今你才想要反悔已经迟，无你我永远也可以。你都无情谁有义，有路做你去，有路做你去，咱搁找一道找予你。